就给你们预备好的国度吧。哈利路亚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全部早安。门徒们，他们还与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在加利利亚，耶稣派遣他们去传教，耶稣也给他们一些的能力，要驱魔、治病，还有行奇迹。那这个是他们学习的时候，现在耶稣死了、复活了、升天，他们呢有奇迹陪伴着他们。在今天的读经，我们将听到伯多禄他去祈祷的时候，就到圣殿的门口，有一个人是跛脚坐在哪里，他就是讨饭，就是他常这样的做。但是伯多禄他就跟他讲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金银我们没有，但是我们有的我们要给你，因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吧。这个人他就起来，他就可以行走，奇迹陪伴着门徒们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宣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是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；除免是罪者，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；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使我们每年由于庆祝主的复活而喜乐，求你指示我们应走的道路，能因现世的虔诚生活平安迈向永生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。阿们。恭读《中途大事录》。有一次，伯多和若望在下午3点祈祷的时辰上圣殿去。有一个生来就瘸的人，每天有人把他抬来，放在名叫利门的殿门口，好像进圣殿的人求施舍。伯多和若望定睛看着他说，你看我们。他就注目看他们，希望得到些什么。伯多却说，银子和金子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有的给你。
因纳匝勒耶稣基督之名，你起来行走吧。于是握住他的右手，拉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骨立即强壮有力，他一跳就站起来，而且又是连走带跳，赞美天主，和他们进入圣殿。群众都看见他赞美着天主行走，他们一认出他就是那坐在圣殿立门口求施舍的人，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惊讶，诧异不已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。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。请众称谢上主，宣扬他的圣名，在万民中宣传他的功臣。你们要讴歌赞颂他，传述他的奇功妙化。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。你们要以他的圣名而自豪，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。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，时常想望瞻仰他的慈言。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。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，上主所选雅各的子孙，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，他的判断遍及各处。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。他永远信守他的盟约，万事不忘他的承诺，与亚巴郎所定的盟约，向伊撒格所做的承诺。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。各位教友，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。羔羊赎回了群羊，圣洁无罪了基督，使罪人与天父和好如初。生命与死亡展开了决斗，使人惊惶。生命的主宰死而复活，永生永望。玛利亚，请告诉我们，你在路上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永生基督的坟墓和他复活后无比的光荣。还看见天使作证，又有暗金和烈布。基督，我的期望已经复活，他要先你们而去加利勒亚。我们知道基督确实从死者中复活，胜利了君王，求你垂怜我们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，我们要欢欣鼓舞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同一天，
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名叫厄马忤的村子去，那村子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。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。正在谈论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走近他们，与他们同行。可是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，认不出他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时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啊？他们就站住，面带愁容。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，在耶路撒冷做客的，只有你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？耶稣说，什么事？他们说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。他是一位先知，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。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去，判了他死罪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原来盼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，可是此外，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。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，她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，却没有看见他的遗体。她们回来说看见了天使显现，天使说他复活了。我们中间也有几个人到坟墓那里去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，但是没有看见他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。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？于是他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，把全部经书论到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。他们走进要去的群庄时，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，他们强留他说，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，因为天已经晚了，太阳西下了。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。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拨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开了，才认出是耶稣来，他却从他们眼前隐没了。他们彼此说，当他在路上对我们谈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？他们就立即动身回到耶路撒冷去，遇见了11位门徒和同他们聚在一起的人，彼此谈论主真的复活了，也显现给西门了。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，含在粉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，都述说了一遍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上周是因为清明节连假，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运动，可以到公园走一走。我记得应该是礼拜一到公园走一走的时候，就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家庭带着他们的小朋友到公园去玩。那我看到了，那时候就注意到有两个小朋友，他们在玩一个要隐藏，以后呢，另外一个就是要去找他隐藏在哪里，叫做什么？捉迷藏。OK， 就是这个
游戏。好，那这个要去影响自己的，他就去找那个什么树下了什么的。那另外一个人要找的，他就喊：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那这个人他就会：“我好了。”当然就知道他在哪里，就这样的去找。以后呢，我看到了，我说：“哎，这个真的是很有趣的小朋友，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游戏。”但是他们真的是很快乐，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快乐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看到的，我所看到的是这个小朋友他们的游戏。在今天的福音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跟门徒们，耶稣跟玛利亚、马德勒纳，昨天我所听到的，他也好像是在玩这个游戏。昨天的耶稣他隐藏自己，他以怎样的身份隐藏自己呢？以园丁，玛利亚马德勒纳，她转身，她认不出耶稣来，她以为站在她后面的这个人就是管理这个公园的，认不出他来。在今天，两个门徒，他们离开耶路撒冷，要到另外一个村庄，叫做厄马乌。他们可能是因为失望。他们本来在耶路撒冷跟随了，或是从北部加利利亚跟随了耶稣，耶稣上耶路撒冷，他们也可能也是一样的，跟着耶稣到耶路撒冷。但是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看见一切的事情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，耶稣被抓了，被鞭打了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被埋葬。他们可能真的是很失望，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安静的地方去安抚他们自己的心灵。就是在那时候，耶稣就跟着他们一起走，耶稣陪伴着他们走到厄马乌。那耶稣是以他们仆人的一个身份，一个陌生人的身份陪伴着他们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隐藏自己，以陌生人的身份跟他们一起走。那在路上，耶稣就带领着他们回顾他们的圣经，回顾梅瑟先知们所预言的有关耶稣的事情，所预言的给他们解释。以后呢，到了厄马乌，天已经黑了，耶稣本来要继续往前走，但是门徒们邀请这两位门徒邀请耶稣跟他们一起住下，事情发生了。当他们一起吃饭的是耶稣薄饼分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认出耶稣来。在那时候，他们才认出耶稣来。在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可能我们会遇到耶稣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眼睛可能被蒙蔽了。耶稣可能是以不同的身份在我们面前显现，可能是一个穷困的人。在我们面前，可能是跛脚的，可能是在路边讨饭的，我们可能是不认得他们，不认得他就是耶稣。只是我们是希望，我们遇到他们的时候，像玛利亚马德勒纳，玛利亚马德勒纳跟耶稣谈话的，就是一段短短的一句话，玛利亚他就知道了这个是耶稣。或许像这两位门徒，当他们看到耶稣薄饼的时候，就认出他来。希望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有一个机会，我们能够看到，能够认出耶稣与我们同行，耶稣在我们身边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
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、家人、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其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感谢天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阿拉巴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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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拉巴勒。Yeah.